声控灯，博士说了，这次的声控灯经历了3452次实验，肯定没问题。可是之前咱们换上声控灯，每一次都被害得好惨。江博士实验了3000多次，万一这次不是智商税呢？要不装上试一下？这次的声控灯没有奇怪的指令吧？没有，这次声控灯的指令就是开灯、关灯，非常简单。这么一听，应该还不错耶。我也觉得这次应该能靠谱一点。别管了，咱们就再请江博士一次。这就装上了，我先来试试。关灯。肯定是你的声音不够大。关灯。好吧，果然不应该相信江博士的任何发明。关灯。奇怪了，为什么想对你说就管用？看来本公主的温柔美丽不仅对人管用，对灯也很管用呢。温柔才有用。开灯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个灯居然吃软不吃硬，只接受温柔指令。温柔啊，关灯，关灯，什么呢？这也没关呢。潘玉桥，你还是跟本公主好好学学怎么温柔吧。关灯。这次的声控灯简直就是为了本公主量身定做。到了半夜，肚子疼。天，所以大玉桥，你昨晚就破了喉咙，都没把灯打开。看来江博士的温柔声控灯对唐玉桥这种女汉子不太友好。什么温柔声控灯，鸡肋！这次的灯还挺实用的呀。要不玉桥，你再练练怎么温柔吧。唐玉桥温柔，还不如给我一件。我就不相信了，你个小破灯，再不听我的，我就踹了你！关灯。真的关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这个灯。这都行，算你识相，现在给我开灯。妈呀，这灯太智能了，居然听得懂威胁。那是在绝对的武力下，温柔声控灯也得听我的。快点算江博士，你的温柔声控灯被唐雨乔驯服了。小灯灯，现在给